好的，现在是75赫兹，90赫兹可能对大家来说，可能对我的手机来说压力也蛮大的。哎，耽误。Mission failed. 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Site A. 比赛开始，我快等不及了。Grenade! Grenade!哎 ，B 点没有 ，B 点没有人啊！哇，这有点卖队友啊！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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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B 跳 B 跳 B 跳！哇，这人要死 ！Mission failed， 无语了。电脑没高刷，看起来没区别。去我们家了。我在里面，还有一个在我们家。要死！有人在狙你了，狙的！哎呀，我天！他们家，他们家，他们家。下在 A 包点里面，厕所过来，要死！幸好这是16%。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Smoke. Double kill.烟雾局打掉了。下包下包，动作快。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Site A. 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 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稍等，稍等，稍等，稍等。讲了不听的，最怕这种人了。A 点下包了 ，A 点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啊 ？A 点没有人。巴黎有一个大。巴黎，巴黎。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
B 点过来，下巴不要管他。厕所。行，B 点过来。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不是很疼。Flashbang！ 希望不是很疼。稍等，里面有人。他们家。Bomb has been planted. Site A.没开出进来啊，这人运气太差了，我右键都没按下去，就主打一个背点背，这人是真点背，哇，加死人，你们火赶紧烧一下。我 SD 下不了了 ，B 点没有人 ，B 点没有人。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甚至不会太难过。我电脑没高的时候看起来没啥区别，现在是75帧，不是60帧。刚90帧的话，手机确实有点不太 OK。Watch out! Fresh grenade! 快走快！卡的太强了。
A 大掉包了，打了。他们家的。真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就你们现在还有人用60赫兹的显示器吗？是真的有人还有60赫兹显示器吗？希望不是很疼。Fresh grenade。Grenade。哎呦！哎呦，那没跟上这个点。厕所一个，厕所，留给人了。哎，厕所，就准备禁闭了，禁闭了。哎呀，厕所那个残血了，你们赶快突了他呀！闭点，进再闭点位了。Well done。25杀34，是，而且还是75赫兹的。Grenade！ 厕所要看哈。厕所来了，希望不是很疼。 Double kill。 真失败。现在逆战还要直接比赛吗？应该没有。哎呀，糟了，扔错了。走，拿步枪冲，然后冲过去。厕所有人啊 ！A 点去 A 点啊，你去 B 点干嘛？我狙下 A 了，你去 B。A 点没有人。剩一人。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下，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翻盘。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们要输了，但还是打赢了。逆风局，就是要不放弃。你要不放弃的话，还是会有一丝机会的，放弃了就 everything lost。 应该很多朋友很多观众应该是跟我一样的哦，就坚持到最后。
哎，打不到。能不能鸡巴别卡了，我操！是你妈个傻逼吗？哎呦，插了一个人。刚才说话谁啊？估计是排在后面的吧。唉，现在逆战还有职业比赛吗？好像是有的吧。这就这狙击技术是我这辈子打不到的水平。多练多练，你一天要是玩八个小时的话，就是你可能打到最厉害的状态都不会有就是这些专业比赛的这些人员来的要好，但是你在这个状态已经基本上可以灭掉 90% 的游戏内玩家了，就如果你每天都这么练的话，因为剩下的 10% 的话就是靠天赋，当然天赋是会慢慢下降的，等这些人可能30岁40岁了，他们的状态就滑到跟普通人差不多的一个水平了。当然如果人家巅峰时期的话200毫秒的反应速度，那你跟他打的话那就打不了啊，呵呵，你知道吗？我的剧就是用来挨骂的，不要妄自菲薄啊。就玩游戏就是这个就是你对待事情的一个态度，就你只要不放弃，就这个事情的话它是可以为之，再加上你不放弃，那你就可以做得很好。那如果你看到情况你已经是不可为之了啊，比如对面要开挂啊，或者说就是这个整个场景的话你就已经把持不住了，那你是可以撤的。比赛开始，知道吧，我快等不及了，就不能把烂在手里。像现在已经04了，我刚进来已经04，这把就不好打了。
望不是很疼。Flash ban. Smoke grenade out. 呀，这把有可为，但是有可能会败得非常快，都很难说的。A 通道也有可能。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对面是一个战队，完整的战队。两个大残，他妈的没人补枪。中路来杀，三都打掉了。牛逼！A 通道，一包有一个，一包有一个，他又倒回来了，小心小心，就在你的头顶，看他看他，看他咦，我操，走一点，真失败，不放。A 点如果能冲，有点意思哦。Flash ban. Smoke grenade out. Grenade. 冲烟嘛。Flash ban. 一定要看到。Smoke grenade out. 希望不是很疼。A 点这个位置跟他去打的话就很亏，不建议啊。A 点那个位置比较亏，走 B 点吧。B 点你没残忍 ，B 点左残忍 ，B 点左侧残忍了，打不过。Mission failed。确实这个点有点亏呀、啊。A 点二层有一个，如果能打掉就 OK 了。走走，我跟你一起去。好，这一点。我也打狙了。你可能要送一下。他们家守 A 点下包，不然最后一个就没了。这个位置其实很危险啊，就正常情况不要蹲这里啊，我的只是在这儿放个风。这
真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B side, A side, smoke grenade out, smoke grenade out. A 点这边已经不能走了。A 点已经不能走了，该撤回来撤回来。一堆人，我操！什么位置？希望不是很疼。那个 A 小号一个 ，A 小 ，A 小一个。牛啊，这枪顺的可以。真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 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你这 CPU 是什么？9900K。27中路三个。B 点的要支援吗？哎呦，中路有一个 A 小道，那个你小心点啊，中路有一个。B 点的赶快去支援队友了，他在平台给，好，没事。Mission failed， 秒死啊！直接爆头，换中的，还没射死，有点难啊。我是网通的吧，我是电信的，稍等一下，有点忙啊，没办法读弹幕的。我们家掉包位置，我们家掉包位置，我们家掉包位置，我们家掉包位置。哎，哇，牛逼啊！29大团了。A 小道 ，A 小道。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服了，服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不是很疼。Smoke grenade out. A 大有人 ，A 大有人 ，A 大有人 ，A 大 A 通道有人。Flash ban. Smoke grenade out. Flash ban. Flash ban. What the hell?哎嘿嘿，六，还有一个在我们家 ，B 转 B 转 B 转 B 中路转 B， 他们家，
他们家。哦呦，这个人，我真担心他脱屁股都脱不了，真的很无语了。中路那个，你小心点啊！就是那个带包那个。希望不是很疼。一点全撤出来。他们不撤都不撤，一撤撤一堆。Well done. 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你们很容易一群人一起被偷啊！这中路来人，中路来人 ，B 点注意 B 转位置，注意家里位置。B 转位置 ，B 转位置确认 ，B 转位置三，加注意，加来，加躲右侧，家里躲右侧了，哎，他肯定刚开始看没看到，爆了两次点，这个是怎么回事？笔记本他妈画质太差了。用笔记本打的，我操，画质太大了。希望这把队友能打下来。中路，然后还有右侧，中路右侧，不要走到A点去啊！家里已经有把狙在瞄着家里了。只能从中路突出去 ，A 大过来，哎他妈的 ，A 大 A 大 A 大 A 大，妈呀，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翻盘了。哇，这人还这样子丢，哦哟，要死哟这。给好几个位置同时包饺子了呀！过来 B 八，来转点吧，转点吧。我们家对我们家那边，啊，你不下包就转点。C S 得了 ，B 点已经过来找你了。对，真的应该出来就行，出来就行。看一下。这游戏没人玩了，你把就是那个这叫什么来着？残局给他打光点掉就行了，就匹配速度还算快的。你看这点一下秒进啊，不会匹配不到人的。图黑大来加，偶尔还会感觉12400F 没我流畅，那这是你调的问题啊，调整的问题，偶尔还是会卡一下。我显卡是1080Ti。你可以从这配置上看到，这个是我当时买的顶配啊。但几年过去了，这个顶配已经是，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来了，算中低配吧。Mission failed。这个只下只能算中低配了。
因为毕竟入门级都已经是4060Ti 显卡了嘛，对吧？这个已经算中低配了。1080的话，差不多跟3060打平，这样。打一吧，打一，打打一。一包一包，一就一个。你们就这样守家啦。哎，这种浪费时间没有必要。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Site A. 站远点啊！我操！这位置点位直接暴露了，你还打什么？一般来说，战队的话，他的打法会就是从几个点一起压，这个是最正宗的打法。其他的话可能就是就走一起这种的，就普通匹配。Mission failed。比如说我gathering 一些队友的话，we met friend and play together。那我们的打法可能就更偏向于那样的吧。好、啊，送了吧。Move grenade out. 妈，跳狙都可以的吗？希望不是很疼。Mission failed. 你比两个都打不到，对不对？左逼点啊，左逼点啊，一定要冲过去，闪光弹要丢起来。左逼点，左逼点，包带上。通道，通道。他们家里来了。这种换法的话不太 OK。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at B side. 他们家。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主播有没有人说声音好听？有吧，一般是想刚我的都会这么说。没打着，再包等，小心点。算了算了，撤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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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机会了 ，B 点已经没机会了。希望不是很疼。撤吧撤吧，一点没机会了。希望不是很疼。家里来人。你家三只。Mission failed.
哎，93，他妈的 A 过来了。几点？真失败。不行，这样打的话没办法，走一点，走一点。我连闪光别出去，我先扔闪。啊，狙这边狙扔闪，看闪不到他，没闪到他，没闪到他。来 A 呀、啊！怎么会多了一点？奇怪了。别下别下别下，赶快躲起来，从我们家来了，我们家来，我们家，我们家，他已经看到你了。来了来了，两个都在我们家，我们家那边屁股屁股菊花。我们家这个零是怎么打？不能被包饺子，只能走 B 点了，必须要走 B 点了。家里面，你再去了，来了两只，小心点，走。Mission failed。哎呦我操！躲避点。我操，那菊花来了。哎 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他妈的操。你进刀的。还是比的。下面压过来，下面来了。哎呀，这个人刚才卡这个位置给我挡一下，我人都没有走出去。不然的话，这撤到家里的话，还有那么一丝机会。你卡在那个位置就包死了。刚才在那个点位的话，至少卡了有三秒以上，就那就是什么都不要期待了。每个近点撤点的话，就是。就必须是上杆子，这种 FPS 烈度很大的游戏他没有办法去等，知道吗？你也不要妄想就是躲在那个位置，完了就别人会找不到你，这些点位都已经给搜烂了。就跟也跟就是在现在在看直播的观众说一下，就这些点已经搜烂了，你不要就出其不意是不大可能的，你知道吗？不是很疼。Double kill。为什么到这个点了以后会想着出其不意呢？出其不意就是最大的谎言，知道吗？我在这里啊，不要扔闪着我来啊！A 点下包啊，直升机右边，速度快。这是一台有趣的游戏，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
上那个上 A 点。楼梯上来好多人呢，六个楼梯。希望不是很。A 点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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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点下包，动作快。不是，五人闪哪能中了，大哥？注意我们家啊！注意我们家啊！ 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Site A. 哎，别去了，反正也来不及。对。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哎呦，这个狙走的速度有点快啊！有的图不会打，后面讲讲怎么搜点打点。我其实一直都在说 ，A 点上楼啊！哎，希望不是很疼。三个。哎呀，这谁挡了我的闪光弹啊？后面没有，是楼上。待会会从左边的楼梯下来，正前方那个楼梯。哦呦，在这。Mission failed。后面也有人吗？三个点过来你就没戏了。上楼，上楼。A 点左边有一个 ，A 点左边 ，A 点左边 ，A 点左边 ，A 点远点有一个，完蛋了，九九，哎呀，好烦啊 ！A 点不要撤出点位啊，来了，他们来了，从另外一边绕过来了，别撤点位啊，完蛋了，两个，三个。哎呦，你说撤这个点位干嘛？要打直接打，这绕一圈还想绕人家屁股呢？哇，脚步！哎呀，这种战略去，这种战术战略去打这种打逆风局，不可能打赢的，这只能听话一起走。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上楼。快包捡了去下包，包捡了去下包，动作快点。后面小心，后面楼梯上来了。楼梯上来了。收到，在手了，在手了。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Site A. 楼梯上来了，楼梯。不是这个楼梯，不是这个，我们家那边。你家那楼梯。掉了。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很疼。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下把去 B 点，中路左路，右路的话有人守一下。哎，一把在那边，一把狙，把把在那守着。右侧闪光弹。哎，有这人站这个位置，我就非常不解。三个。还会站这个位置啊？哎，不要去中路，对，中路不好对。什么不好对？扔什么烟呢？我最终中路的话，右边撇闪啊。好了，出来，走路出来。
过来三个。我操！这翻着就给我爆头了。我操！他们家大残了，冲出去！转身装，转身装，转身。我们家中了，中了最后一个。去去下包点位，注意窗口位，注意门位。打波。Mission failed。根本没办法操作。上楼，上楼，上楼，上楼。你现在除了上楼以外，你没有别的选择了。好了，放了吧。长官的，扔十点钟方向。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快，动作快！下包，下包，带包的你，快去下包。七十九，我们家楼梯上来了，七十九。收到了，收到了。哎呀，一个就打不住。小王这里面，小王这里面两个。打了，打了。穿我了。先左边呢？左左左左手边，左手边，一把狙，一个步枪。头回头，我们家楼梯。拆包呢？拆包呢？拆包的那个不打。Mission failed。还是。打逆风局的话，一定要听队友话。你可以相信队友一次，如果我们打成功了，那就再相信一次。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又行了，这个打逆风局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打逆风局其实不难啊，你看我打，其实也还可以啊。但是逆风局的话，就是它会有很强的个人这样的一个特性，你可能真的需要一打多。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来操作，就还是比较，这个个人战术啊，在爆破战中的应用，还是可说呢。哎，怎么没打到？小狗都有人，二层有人，三层有人。感谢。
左有人。哦，自己人，自己人。狗洞有人，狗洞有人。狗洞有人。结束，328/12 KD 3点多。酷。你们看这个觉得爽，还是看爆破战觉得爽？我直播间里面好像挺风化的，有一些人看爆破时间长了以后会觉得说这个怎么不打团队个人，有点众口难调。我觉得团队个人就还挺不错的，就挺有意思，因为它死斗模式嘛，就它不会有中间的这个等待的一个时间。爆破战，现在还有永久的烟雾局吗？一直都没有永久的烟雾局啊。烟雾局怎么会有永久呢？但其实你可以让烟雾局变永久，就是它一次性应该是可以买180天嘛，就一年买两次，也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一年如果买个十次，如果你一年买个20，你如果买了20次，相当于是永久了。因为毕竟这个游戏的话还能不能再玩10年的不一定啊。爆头。我操。我操你妈的。
吐。花这不好，四四，花这太烂了。哎呀，这怎么没打到呢？连普通人都破呢。要打死你！十个杀敌数。Grenade！ 被我的天启雷炸死。Double kill！ 耶、yeah.。我操！爷，我操！韭菜打韭菜，我操你妈！哪个哪个打韭菜？干我了！操！发的那么低吗？这把？我闪。好，最后一个人投了，可以等一会儿。Mission success. Nice work. 没闪，这个狙的节奏不太稳定，四普洛打到了就鼠标滚轮按压技能什么时候能修复？我估计要等到就是最少要下周了。我跟你说，今天肯定是修不了的。下周的话。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觉得一个星期的五个工作日的时间足够这个就是第一个那叫什么来着叫产品组去重新考虑这件事情了啊，那有可能是产品组跟运营组啊一起去重新考量这件事情，然后给设计组发一个，就如果有点良心的话，就这个案件就单独做成一个案件，比如说像之前什么 K 键 U 键 O 键 P 键这样子的单独做一个案件，这个那就要改界面设计了，就改要不然是这一块，要不然这一块的一个界面设计了，啊，那改完之后的话，然后程序组哎去接完之后去发版本更新，然后去测完之后发版本上来，所以一周能做完，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它还有可能，就是因为它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叫体验问题，它不算 bug， 它算体验问题，所以它很有可能这种体验类的一个属于 feature 类的更新，它会和下一个 bug 修复的版本一起发，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它有可能单发。
但一起发的概率比较大，所以你下次可能会除了这些以外再迎来其他的，比如说像什么新的枪，比如说这个游戏不是新上了一把那个 M107 吗，会把这些问题修复。我不知道有没有 bug 啊，现在啊，他可能就会跟着 bug 把这个 feature 类的一个更新给他做完。如果说他没有跟 bug 一起来解决的话，那下一次的更新就有可能会是半月更新，或者甚至是月末的一个就是这个属于功能类型的更新。那你就有的等了。那目前的话有暂时有个解决方案，就是如果你们用的是那个就是有带芯片的鼠标，那么鼠标这里的话是可以设定一个就是一个按键的，它是可以设定一个 Windows 的一个按键的。我这个叫 Assign a shortcut， 它是可以直接按键盘上的一个按键的，就鼠标的中键。因为你鼠标中键你一定得调掉，因为你不调掉的话你只要误触到了那游戏你就崩掉了，所以你一定得把它调掉，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是因为现在这个版本脑残设计，所以不得不这么干啊。这我这里的话是叫 assign a shortcut， 然后是我设定意见，这样子跟我游戏里面的这个拆包键一致，完了我就能正常拆包了。你看我这个，幸好没有拆包。拆包的话，突然发现这意见他们按不了了，就心态爆炸了。所以现在我暂时是切过来这么用，原来不需要，原来这个就是 wheel click， 就是那个中键鼠标中键的功能。有很多的就是开红的就是 assign macro 啊，把这个中间挂过去。然后这个功能的话是不能用红去替代的，就是按E键这个功能你只能用键位映射，就是只能用鼠标的键位映射，你不能使用红。因为红它是一个动作啊，比如说右键按完按左键，左键按完按 Q 完再 E， 这样子。这个是红干的事情，它是一个就是执行序列，你知道吧。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我鼠标中间按下去，然后它就相当于按下去。如果我抬起来了，那它就相当于是抬起来，它做不了这个。鼠标红它就是鼠标的红功能，就鼠标红它做不了这个东西，所以它一定要用就是鼠标功能里面的叫键位映射，然后你才能就是把这个恶心的功能给调掉。然后接下来就是去等着官方去修这个体验类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体验真的非常不好。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因为一谈的话我那个血压又高，就火气又上来了，你知道吧。就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设计，真的是感觉就是毕业生干出来的事情，我觉得毕业生都干不出来这事儿。好不要太生气啊，不要太生气。这件事情真的是今天早晨真的是非常生气。所以如果你也是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的话，你先按我说的方法，然后去先给他处理一下。因为你一定得有一个按键啊，你知道吧。如果你是滚轮切加，那你就保持原来的E键，键盘上按E就好了。然后鼠标这个功能的话，你就给它设定成那个鼠标功能的话，你就可以给它改成空键位，就按中键是没用的。你看这边有一个空键位叫 bottom off，bottom off 按完之后，这鼠标的中键就按了以后就没什么用了。就所以大概你目前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映射键位 assign a shortcut 啊，像这样子按一个E键把E键这个键位映射过去，要不然就是你直接屏蔽中键。目前只有这两个解决方案。这个像这个打招呼动作什么的，它就放在 PVE 里面去用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觉得是串行，就官方觉得是串行什么也好，它不可以就是整个系统去通用。因为一通用的话，你在 PVP 里面你一旦按到了中键，一不小心按到了中键，哎 PVP 啊，谁会去在 PVP 里面去搞怪去打招呼啊，就怎么想的啊。为什么会觉得就是逆战的玩家有这个需求，就是在游戏里面在 PVP 这么激烈的环境下然后还要打招呼。就各位你们开动一下脑筋去替官方想一下，是怎么样的产品经理会觉得在 PVP 这么高烈度有可能去在打逆风局的一个情况下，然后说是要有这么一个动作的。你就算是一个嘲讽的动作，会有多少玩家去弄这个东西？那这个功能不是就是为了做而做吗？这么设计产品，这么去运营一个产品，这个是一个有专业技能的人，一个月可能拿个两三万块钱的人干的事情吗？做的决定吗？我是非常，我是
非常怀疑这件事情的啊啊，真、啊、哎，又扯远了。